不管要表演，还有明天二九三十，不是。30号要给观众一场很棒的演出，然后舞台机关都是新的，希望每一个舞者在台上都注意安全，拿出大家的全力跟实力，给大家一场最完美的秀。一二三，台北！真好真好，哇，那个在澳门那个那个马来西亚云顶，你记得吗？用跑的，我的妈呀，最后一趴了，时间过得快，就感觉好我在家里看 Netflix 看一部电影一样。但是我们的巡演不会结束，习惯就好，你觉得会笑吗？会笑。你是不是彩排的时候有拿？对。然后后来我在后台他们说还好啊，还好。每个人觉得，我想说不可能，我这么搞笑的人，这么有幽默感的人，怎么会居然说这个不好笑呢？我今天就要试，所以他们买了一大包习惯，结果昨天都没有要。哦，今天终于有水了。我昨天唱慢歌的时候，我真的快死了，我不知道到底什么问题哦。我整个就是一直这样，他一直卡到那边，然后一直狂吞口水那种的，然后我一直想说怎么都没有水，所以我才会看到很多我表演的很多都
我一直想希望赶快产生很多的口水给我。哇！但今天我希望顺，很多口水，爸爸很多。刚刚本来是想说，我炸膝盖的网络俗称我那个跪叫凤凰跪，我昨天是在那边跪的。我刚刚想说，我昨天看影片，我想说从那边跳起来，跳起来到那边，哇！太扯，太高了，太扯了。相信专业，不要，好吧，算了算了算了。算了这个位置啊，哎，然后如果今天你们起来的话，就就继续，就尽量把我抱起来，先降这个地方让我下去。白说我眼泪快掉下来，为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他有这个感觉是在我第一次的真正的个人演唱会的时候，在上海。我的妈呀，他讲那一句话，他讲那句话让我快喷泪。他对我讲一句：“我等你演唱会等很久了，我等你演唱会等很久了。”哇操，这句话我准备要开始了。哇，那句话，哇操，哇，疯掉，疯掉。各位，今天是台北小巨蛋的第二场，昨天非常的满意，也辛苦大家。那今晚拿出1000分的力。1000分的所有的查克拉啊，献上这个舞台，献给所有朋友们一个美好的夜晚。3、2、1，台北！准备好了，我是刘志祥。谢谢你辛苦了，然后这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我发生的事情是很多人会离开我，我不会去怪他们，不会，你不能去勉强别人怎么对你，但我很感谢所有在我身边留下来的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小双，谢谢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，谢谢。